感恩师父、我来自中国的大连、我是来到墨尔本两个月了，来照看一下女儿家的小孩、今天非常非常幸运能见到卢台长，非常非常幸运、就是我想问一下我的母亲，她的名字叫滕云梅，走了是吧？哎，走了，是去年农历4月20日，四月二十走的。哎，告诉我什么年份就可以了。啊，他是那个，他是叫什么名字？再讲一遍。他叫滕云梅。滕是什么滕啊？滕是万马奔腾的腾，那个马字冠个。这个名字很少嘛。哎，姓滕，云彩的云，梅花的梅。滕云梅。哎，他现在在哪里？我。哎呀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好吗？哎，我先讲给你听，头发几乎是70%是白的，对对，往后梳的，对，个子还挺高的，对，脸大大的，对，啊，我告诉你，在天上，哦，在玉界天了，啊，哎呀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他很善良。嗯，你妈妈很能干，嗯，吃了很多苦，是的，腰都力弯了。走的时候你们找人给他超度过的，是的，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嗯，已经在天上了。哎，嗯，还用我继续为他在做什么吗？什么？还用我再继续念小房子为他？你呀，啊，你如果给他念120张小房子，他可能还能到色界天，很厉害。你这个妈妈好的不得了。人非常善良，好，我告诉你，嗯，但是你妈妈有流过产，哦，我都看得到啊，哎，嗯，你也把120张小房子念给他，他这些全部没有了，我记住了，他能到色界天去，嗯，我记住了，明白吗？感恩师父，你妈妈，嗯，你妈妈现在都放下了，刚走的时候，你们家里有一个孩子，她放不下，我讲你就知道，不，肯定不是你，我的弟弟，对，一个男的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好了，嗯，现在他把你弟弟也甩了。嗯，好了，哎，太好了。你自己记住，你要好好修。好。明白吗？嗯，你这个人呢，人很好，嘴巴不好。啊。听得懂吗？嗯。少讲话。嗯。嗯。这是师父，我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耳鸣。我是。左耳朵。应该是右。右。嗯，右能重一点，左能轻一点。等等啊。嗯。嗯。你左耳朵也叫，嗯，右耳朵也鸣。对。你的两个肾脏，有一个肾脏非常差，腰子。哦，腰啊。腰非常差。啊。嗯，你有掉过孩子？是的。嗯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心脏也有问题。我还没来得及说，你来不及说，你找台长看吧，就是我帮你说的呀。你以后死的时候不会死在其他方面，是心脏，所以你要管好心脏。嗯，你们记住了，所有的人都听好了，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，要长寿的人要走路，头顶着接着天上的天气，脚踩着地气，然后呢一走路这个天地人都通了，就一通之后呢血脉通，人的免疫系统就会恢复，所以什么病都会没有，所以长寿的人一定要走路的，你要多走路，还有不要生气，你主要问题你的心脏不好，一个是家族性的，你家里有人长辈心脏不好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对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经常生气不开心，你一定不能生气，明白吗？那个，我的耳鸣有没有治愈的可能？现在也不是响得很厉害，但是也挺难受的。嗯。我念什么经？你听我话。哎。我让你3个月之后见效。哎，太好了。好吧。我听话。第一，念小房子。哎。140张。嗯，好。第二。每天早上喝大杯水，白开水。大杯水。大白水。大白水，他说，大杯水。你家里有佛台不啦？啊，我供佛台呢，供的。供的那个供菩萨这个水呀。啊。哦，叫大杯水呀。啊，好。白开水，大白水。耳鸣，耳鸣。
听得懂吗？嗯，这是第二个，第三个，拿两个手念大悲咒，念好之后两个手搓，搓30下，搓完之后两个手滚烫。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搓自己后面两个腰。哦。哎，一天搓120下，分3次都可以。好。搓完之后，你去看看，你现在我刚给你看了，你的耳鸣是你的肾脏引起的。啊。哎，你的腰不好。啊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你的泌尿系统不好，你经常小便尿频尿急，嗯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我告诉你，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你再吃一点杞菊地黄丸。哎，我记不住，就是啊啊，好。大白水倒记得住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吃了之后，你看看你3个月之后你会不会好？好吧，太好了，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东方电台来，你可以告诉大家，嗯，这种治你这种病，台长小菜一碟。哎，我还有荨麻疹。你身上有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小灵性，要这点小房子，你还他了，他就不搞你了。你应该做梦做到过这个孩子的。哦。你听得懂吗？啊。哎，你自己，你如果念到小房子，如果能够念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。做梦。哦，好吧。嗯，这我经常身上有荨麻疹。什么？从去年开始有荨麻疹。啊，那没啥问题。啊，那要念往生咒。往生咒。你从现在开始连续念1个月108遍，一个月之后你改成49遍。嗯。好吧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嗯。啊，感恩卢台长，谢谢卢台长。好。